到说，民进党最怕的就是国民党派他出来。那今天郭董事长在广播的时候也提到说，民进党最怕他。想请问总统，郭台铭跟韩国瑜，你比较怕谁？我没有怕谁的问题啊，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啊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们齐心协力的、共同的，在不同的机会或者在同样一个机会都要争取来攻击我，或者是攻击我，看起来是